然后我们这一期播出的时候是父亲节嘛？对啊，我们不是约要跟那个爸爸打电话吗？对，我电话呢？哦，这个这个。那我可以跟他讲话吗？哦，可以可以。通了吗？爹哋，我而家喺长沙，今日系父亲节，我想同你讲父亲节快乐。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健康，身体第一。对。爹哋，我系何哥哥。哦，沙姐哦，我有机会去拜访你啊。哇，普通话讲这么好，爸爸，你有时间你来好不好？长沙有很多好吃的，好吗？好，谢谢谢谢。妈妈。虽然是父亲节，但是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妈妈。我是何哥哥。何哥哥你好，我们经常看你们的节目。谢谢哇，你们怎么全家普通话都比你好？我什么？真的吗？真的妈妈，我的普通话也很好。学的，我最近学的。谢谢妈妈，等妈妈身体好的时候就来长沙，好不好？好的。那我晚上再打给你们。好的，好的，好的。妈妈，妈妈。拜拜拜拜拜拜，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说我啊？嗯啊嗯啊嗯啊，你完没啊？你完没啊？妈咪，你们笑什么嘞？他在亲你，但是他说你没有亲回他，他就很生气。妈妈 OK， 回给你。爸爸，妈妈妈妈妈 ，I love you。爸爸，嗯啊。啊啊，哎。不做了。拜拜。你们家人电话真的很难挂哎。好，那我去吧。哥哥，你不说了吗？我说什么？爸爸最尴尬的事有吗？就是有一次我爸爸带我出去，小的时候都是坐自行车的后座嘛，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呢，我就跳下来了，就停在那个红绿灯的路口。他在思考他的那个创作。后来变绿灯的时候，我爸爸就走了。走了。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爸爸已经骑很远了。我叫爸爸。爸爸，我就喊，然后后面一条路我就自己走回去，走好远。那他回去，但更可笑的是，回家的时候我推开门，我爸爸就已经在那个书桌上在那写一写。我就喊了一声，我说爸，结果他跟我说，哦，你回来了。什么叫我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去的好吧？但是我应该没有我尴尬。怎么呢？你怎么呢？我是那个体育课啊，忘了带我的运动衣啊。我可以，爸爸你可以。给我寄过来嘛，今天是考试什么东西的，然后他就拿过来了。T 是拿过来的，但是我裤子是我妈妈的裤子，就是那种 mini 那种运动的，我知道，我知道。而且后面是写着 juicy， 就这样打篮球。你觉得今天的会好吃吗？今天应该会好吃吧。但今天我听说有一道菜是辣的，不好意思。我就吃另外一个主人。我今天就另外一个主赢了，就赢了，不用做了。好吧，我们去做菜吧，好不好？做菜了吗？空闲的意外一锅炒，空闲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祝福在燃。学的帅都天地笑，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的星期天。真心话，厨房大冒险，这里是由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冠名播出的《偷闲的星期天》。真棒啊！好，掌声欢迎我们的明星介绍。我觉得大老师很有威力啊！真的吗？他来之前呢叫透仙小分队，对，他来了之后叫明星评审团，有没有？有没有？瞬间把档次就提高了。哇塞，这种档次真跟我这种高端商务加班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为什么又来了？这不是就是说咱们收了钱就一定得来吗？不是，关键是咱们节目特别美味，是不是？我认为一切好吃东西就是两个字，下饭。只要够下饭，它就是好吃。不用好看，不用好看啊，不用好看，不用好看，好吃就行了。对，就跟那个选经纪人是一样的吧。
今天我们同样是请两位小白一起出场。Yes。而且这两位小白据说是看过大张伟做饭之后，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行。我是垫底的是吧？我都行，谁都行。你是强烈的鼓舞了全国所有的观众做饭的信心。我都变汪峰老师了，可以给别人励志了哈！太好了，你们都可以飞得更高啊！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啊！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告诉我。我都实现不了啊！好的，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小白，请看 ，Come on， 掌声欢迎我们的雨辰，欢迎海辰老师，欢迎启鹏老师，好久不见。看到这两个哥哥，你觉得他们红了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唱功是不是看出来不是偶像派，不靠颜值的。对，歌手当然要靠唱功。你觉得两个哥哥谁脾气比较好？脾气比较，我觉得这位哥哥。哎呦喂，您看人真是准，真是太准了，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今天的 style 好像很容易欺负的那种。不是那个意思。你动我一个看看。不是那个意思。穿的跟离退休老干部似的。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因为哥哥今天穿了很西洋的那种。有老板的感觉。对。而且两位出身呢都是我很喜欢的。我也很喜欢的。你都没见过吧？我一个见过了。另外一个是你的哥哥的最好的朋友的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哥哥的最好的朋友老婆跟你没有关系吗？我哥哥的朋友我的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不一定。没有关系，哥哥只是告诉你待会儿你即将见到的。我怎么跟他解释？如果我是你弟弟，他是我朋友，他是不是就应该跟他不错，对不对？是这样的吗？对呀。好，那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我跟你的好朋友的老婆很有关系。现在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了。哇塞，我觉得很有关系。我对不起我最好的朋友。你老婆跟王者没有关系。有关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厨神到底是谁呢。来，欢迎杨乐乐王哥。有关系的，说清楚到底什么关系？因为今天韩哥会看节目啊，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好啊，是我好哥哥的朋友的老婆。所以是失散多年的姐弟的关系。对，失散多年的姐弟关系。对，失散了22年了。食材好像都太浓郁太复杂，其实食物原本的那种食材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哇，完了，在王嘉尔这你们就赢了。对，就是没有辣就可以。真的吗？他喜欢吃那个食物的原味儿。到底我们是姐弟呢？对，你一把手赶紧多放开。这是他的搭档。你不怕我告诉你哥哥朋友的哥？对，哥哥的最好的朋友。你哥哥的朋友哥哥啊！我想问另外厨神，这个是我最近可以说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女人。到底你有几个女人？你不是说我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人吗？孟晨。我每一个节目都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女人，这可怎么办？啊！我在这个节目里相依为命的是李佳，对不对？我也是。但是今天，谢谢你的照顾，谢谢。哇，那咱们就集体拜一拜吧。什么情况？哎呀，你不要打乱我介绍王鸥当中的完美的另一半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好难呢、啊，你。何老师，多完美啊，多完美、啊！我跟你说，何老师是我最想嫁的人。对嘛，对不对？这太伤人了，这个回答太伤人了。在一起。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我愿意。我愿意。接回去，就走了是吧？进去干嘛？接回去。还有王家，要看做什么菜。他们是做毛血旺，四川菜特别辣。我辣的。胜利。对。好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可以结束了啊，已经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厨神抢夺100秒的神技能时间。
今天我们的这个厨房神技能跟以往都不一样，是我们要给乐乐还有王欧呢一个统一的命题，叫做这真的是方便面吗？哇，就是要用这个六凉面呢要请两位做出特别的料理。对，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父亲节。哎呀，祝福每一个人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有酒爱六凉面，就像爸爸做的面，美味又健康。爷爷，最后那个我做，还有爷爷，还有爸爸的爸爸和爸爸。爷爷，帮我磨这个。磨这个。对，这个不出来。你开盖子了没有啊？你烦了。你开盖子了没有啊？哇，有一种初恋的感觉是吧？就跟谈恋爱一样。哇，吃的好认真的。什么味道？一口就吃，好吃好吃。哇，好吃啊！好吃，好吃，非常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哇，好好吃。能吃吗？一口一口一口啊。哇哦，天哪！大张伟太给力了，好好吃哦，这个，这个更好吃，这个更好吃。别吃了，别吃了。这个真的是史上最好最方便拿的食物，其实我有一点点怀疑这个东西。曹老师怎么样？哎，怎么没有开花的那瞬间？哎呦，已经开了。等一下，没有，我必须要说，味道好多层次，我现在有点拿不准它。为什么好多层次？真的哦，对，有甜的，有甜，但有胡椒的香味，还有香料的香味，还有虾的。你注意表情，等会儿，你再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好，三二一，开！嗨，怎么样？哇，跟吃人参似的，哇！首先，掌声给我们两位厨神。现在呢，我们要在这两道这个创意料理当中选择一个。给予这个神奇的100秒的帮厨时间，那么最后决定的是大张伟，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听姚伟涛、孟晨和嘉尔给大张伟的建议，参考意见啊。我觉得两个菜真的都很好，很有创意。这方便面真的不是普通的方便面，朋友们，我觉得这是九九爱六凉面。对，九九爱六凉面主要很健康，它不是健康，特别健康方便面。你真的要选，我真的是。很难给现在两个都是非常好吃，等于没选，不同意。来，孟晨，你呢？我觉得啊，我们选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要不要继续再录节目？你不要影响，不要影响他，发自内心的说你的感受。我发自内心的怕韩哥，所以说。王嘉尔，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好，大张伟，你的建议，他的形容特别对，那边只是很特别，这边是特别好吃，然后所以说。我的决定是公平啊！这100秒的帮厨时间，当然要给我们这边的队伍。好，恭喜！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九九爱厨房大作战，众先真心话，厨房大冒险。这里是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冠名播出的透先帝，谢谢谢谢。感谢懂吃会选有格调，有格调，格调，格调。格调的精选美食电商 Enjo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Enjoy 谢谢你。哇塞，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 Enjoy 要跟我们合作。为什么呢？ Enjoy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呢？是因为 Enjoy 的美食主要是由专业的卖手集团买手团队啊，买手团队可以为吃货们找到本地最好的餐厅以及世界各地的零食佳丽等各种美咖啡，什么咖喱啊？咖喱 ，coffee 加咖啡，咖啡加咖啡。所以快点下载 Enjoy APP。哎呦喂，咱们这节目就应该叫“教王嘉尔来认字儿”。你现在这菜不知道是要吃还是要扔的，是不是？你感觉现在看上去怎么回事啊？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啊。每一个人。
人做这个都可以，因为有火锅底料就行了，很简单，这个就是煮，很好吃哎，很好吃，挺好吃的。味道是对的，味道是对的，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它时间不太够，所以很多东西它没有入味。第二，你完全可以吃，因为它完全不辣。我也是一个，我觉得是 OK 的啊。真的吗？哦，哇，你把那点辣的蒜没，这更没味道了。是好吃的，我也觉得好吃，是好吃的，对。尝我这个，真的没有那么辣，是不是没有那么辣？完全不辣，对不对，嘉儿？完全不辣，我觉得。嘉儿都说不辣，这个还叫做毛血旺？不是，这个午餐，你这个看，快看，咳嗽成这个样子。哦，毛肚好脆哦。这个在毛血旺就算好吃哈，那就行，我以后不点毛血旺了。来，打分时间，10分制。这个分会不会太低了？低吗？那我辣的要死了。你辣的要死，我去餐馆，我吃这个可以退钱吗？我吃这个可以退钱吗？你打的是几分？改一下，把这里，对。好，8.1分。好，王嘉尔打了10分，是不是写完一，然后写一个零？还要不要看见明天的太阳？我给你写一个零，还要看见小太阳。有那个九分行了吧？九分可以了吧？九分可以了。打两分，打九。有良心，都是这么打的。你打多少分？好，王嘉尔经过一番，哎，耿直播也经过一番那个争心理这个心理斗争之后，打了6.1分。哦，你本来我是应该随时马上就报出你们的总分，但你们这个很难报哎。9.8分，9分，18.8分，再加9分，27.8分，再加6.1分，所以最后是。啊，不，我不可以换了吧？你不是6.1吗？我不可以换吗？对啊，你打好低哦。对啊，你这打太低了。啊，太低了吗？人家都是9分以上。但是我是凭良心的。先把良心拿掉。良心拿掉吗？你帮我拿掉我的良心，扔掉 ，OK。啊！我拿掉了，他扔掉我的良心了。良心被扔掉了就打10分啊？是，对，10分。好棒啊！超好吃的，超好吃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后面的20分钟的料理时间，我们的厨房大作战交给我们的羽凡和杨乐乐。后先真心话，厨房大冒险，正是由99爱六凉面，爱我就要99爱冠名播出的后先帝星期天，耶呀！电视面前的朋友们，你不用说，不用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饿，所以你要来一碗99爱六凉面吗？好，这段发挥不错，感谢那个有感谢有家有爱有欧派橱柜队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厉害，不用这个，太棒了。再来到了我们的打分时间，我们4位先打分，然后再依次亮相哈。先打完不要给别人看，好不好？打分给谁呢？打分给刚才。对，第二。好，接下来看我们嘉尔的分数是。Let's go！ 哇！你怎么画了串葡萄呢？走的。对。Yeah！ 原因是什么？健康。健康。两道菜，主菜甜品，不辣，不辣肚子，辣肚子，不辣肚子。好，所以呢，最后呢，刚才我们记得我们这个海鸥组合呢37.8分的高分，扬帆远航组合拿到是39.4分，恭喜获胜。Yeah! Yeah! 海鸥怎么飞都追不上。好，要为你们颁发的是厨神金项链。对我们的海鸥组合不要失望，白金的是吗？非常漂亮，啊，白金的啊，银的，还有礼物对不对？等一下，还有礼物耶！ Yeah, 奖品是由精选美食电商 Enjoy 提供的，常年评分90分以上，被称为火山穷酱的精选红酒。哇，刚才就差一杯酒。哇！谢谢。哎，我觉得羽凡太可爱了，拿完之后直接就拿出这瓶酒，然后特别认真看那个场地啊、年代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崇拜的看着他旁边说：“所以是好的吗？是好酒吗？”然后他看上去，我不懂，研究半天他不懂。好了，好，掌声再次感谢。吧，谢谢。